他是他就是专门防嘛，所以他就知道你要打，对，早早的跑那儿去等去了。然后你放那近的，他跑得还很快，能跑回来。他脚他脚又短，他也放我短的。对呀、啊，我就说嘛，你能跑回来吗？有好几次跑回来了吗？这也太难缠了，这也太难缠了。对，他真的很难缠。关键是我们打高球都没那么稳，对，打了300以后基本上就差不多。我打刚才打了5-6把了，你知道吗？打完了，对啊，停。哎，用很大力气，然后回得来，没办法。我说这组是追他他了，嗯，确实。你现在刚刚谁？阿林呀，你呢？厉害哦，打到12-12，很辛苦啊。下次要上一组。哎，不上一组？那我上一组。我在 B 组的悬崖上。哇，你们球赢得很稳。嗯，我不会进攻的人上 A 组，这个是对我们俱乐部的一个耻辱。我就是把你拉到 A 组啊，被别人暴打了。你看这姑娘有多阴险，你看，我给她照下来，这个时候就表情。我就力气高，没有天天挨打。我上次已经给你挨打过了嘛，对不对？上次我不是被你挨打过了嘛，对不对？你放我5个球，我给你打的一直赚钱。我说你还给你打，很多人要打。还有那些的小伙子 Vive 啊，他们是的，打你那个小伙子。我们在下坡，他们在上坡啊。希望你们到60岁以后，你能够上坡到现在60岁以上的 A 组的水平。我就等他们老了，这就是我的 strategy。没有，你的球技很好，你的拉球呢很好。我们我就是打的总失误，没办法。我们俱乐部的 A 组大多数在60岁以上。啊，对对。除了乔红以外啊，除了乔红以外，大多数都在60岁以上。对。我打球就是练球的时候还可以，一打的时候，哎呀，这个拍子抡到天上，然后球跟别人跑过去，要不然就打到边上，要不然就打不到球，就是这种失误没无敌头。我告诉你，我的练球和打也一模一样的，啊，没有分别。所以我们没有分别就很好啊，我练球好，中的差，我一打小的不行。我一打就小的石头，哎呀，一打不能动你的，这球一来了稍微高一点。这个我也是，你看我一发球我就抢空了。但是你还打得稳当一些。我的球种你知道吗？不可以啊，我一打了就两次打，因为我防守不了，我没有防守。不是，你不用说，你跟老队长没用，因为他从来不攻，你防守，防是对攻来讲，他不攻你防守。一直把球过去，不要失误。你看你是连续攻，一直攻到你死或者他死，跟他拼了。这简直没有，这简直没有。只要你哎哎，多晃多晃，而且更多的是他最后杀球失误。对呀、啊，他要是板板杀都是他得分。那我今天就输了，那你不能这么说，那每个那他都就11-0了嘛，板板杀都赢的嘛。我给他的球是没有质量的。你听我说哈，你看你3局是33分对吧？对对对，他丢那33分有30分是自己打丢的。对的，但是他就是放手，他进攻说的话，哎，对，对。你不能这个脾气你是真的压力。你说的话，你看我跟他那个上次我们俩比赛对吧？我知道他防守好，我一板都不打。嗯，我两个人就跟扒拉来扒拉去，也扒拉不过他，就使得很惨。他这防守太好。对。我上次已经试过了，不打。但他有一个什么问题？这次我就只能打了。你这个球打你放在台上，我扒拉我现在不行，现在没办法，只好打。这次给你就只能打。对，完了打不上就自己投。我告诉你啊，嗯。这个质量挺高的，你这不是很赚，不是很赚，对。可是我也打掉不下来，但是那个命中率要这么高的话，就不是自己的嘛，就是自己打也是死，不打也是死，那就是选择一个死法。对我来说，这是算就再打再死个爽。他没有那个，反而是你越发力，越发力，回那球越来越紧了。那个老先生，一定他有车球，必须得你打过来。还是太赚了，所以说我的球质量不好。你的这个
个球就是稳度的。哎，你打不死你，然后你总能放回来，放到高球。No, no, no. 如果正在我们的球，你打的像高手，中间的球是放，他的球质量不高，放不因为我们那时候他的这个。它的这个板呢，它本身没有，就是这个没有海绵，减速这些减速，对，人打完就慢下来。而你的球是加摩擦，嗯，我不好使，你理解啊？嗯，它的板是减速的，是有阻力的。这个板就是说离别和别人近才打的时候，就是真有效果，速度特快，你稍微远一点都会掉下来，离得近一点，有时候速度飞快啊，就是这种。你看他打得很有力啊、我只要退开一点、随着时间的过去、这个球速在下来、所以我手上的球不好使，但是你的球啊是没有差的，着地以后是加速的，不好使。我怕拉的球，他的球不拉的，他的球不拉的。我拉是拉，就是拉的不稳，等什么时候拉稳了，那就还能说赢两个，要不然现在的状态呢，就是说基本上打球我拉完就把自己拉死，哎，都现在这个状态。这个我本来我说，哎，等着这个或水平高了就行，是不是能稳当稳当？我发现不行，水平有的动作啊，如果拉到像他们小朋友这种啊。他们小朋友的动作是很标准的，对，如果100%的话，他们至少已经80-90分。所以输给董事长了，所以你打的时候要有耐心，不太急了，太急一定要慢慢打。董事长的球，我认为你们两个是兵。太急了啊！我认为你们两个是兵，因为你们是兵。不，我赢了两次比赛。前面两次比较多了，但是这次看见了吗？我原来跟我说，奥奇放高球，董事长，结果我还是放高球，他球的比较慢，球比较慢。跟我杨勇是拉球的话，拉他董事长还打不赢。对啊，这次你打吧，大刘。对我打了一个，你打跟董事长打球，就是他的球戳过来那么慢，你稳稳当当用高跳对给他拉下来。我还是急，所以我然后所以你一定要慢慢打。对。我跟董事长，我比赛赢过他两次了，就前两次比赛基本上都赢了，应该还好，希望没问题。但是那个我喜欢董事长那种打法，因为董事长那个球他戳得慢，太高还慢，好球，太猛了吧。这个咱是没办法。No, 这跟他打谁？3-0啊，根本就拍不死，不拍也不行，拍也不行。这个比较狠。我跟你没有打过。你打个双打，我们俩就是峰哥有点，他比我还强一点，稳当一点。我们俩峰哥稍微有点强，但都是跟你打的话，都还就是太是，不够稳当。跟你打球的就必须跟小孩子那样杀得稳。我看到 A 组没办法，就他们进攻太好，对他们杀得稳。那个其实防守不好打。但是进攻一定要稳啊！你其中像我们这种进攻没有不稳的就打不了。对，你看我，对，我就是习惯都是进攻，你冷兵需要防。陈德打的已经很好了，就是。我这也送他，你看到没有？你看你打4-5板，要我打2板就打飞了。哎，我一般不过第3板，基本上人家回来3次以后就这么地儿了。对啊，又打不死。然后你们中间还有放球，放球都非常漂亮。然后我放脚都很漂亮，就是他挡他完了。对呀，他跑得很快，他这个脚啊，你看，还是人工挡他完。他这个是个本事，他就是这个本事。这是没办法，你要看他打球，你就觉得哎呀很容易，好像人家挺容易打，不是很厉害，你打就不是那回事儿了。他防得太好了，可是他跟人打他很累啊，你看他打他走马了全场。他跑他体力很好，他的确他跑动非常大的。反正都很累，你也很累，我看你在这儿，哎呀，抡来抡去的，对呀。
因为滑板都是沙发。我不知道是不是应该沙的轻一点会好，沙的轻一点它接不上力，它就是应该是说轻重结合嘛。可是你已经习惯了嘛，看到了以后你就会烦了。我也脑袋里想着呢，就先打一打起来就。他是100个人才打到他一个人嘛，你打他习惯习惯了，他怎么可以是用他的力量打其他人呢？就是你打99个人都是习惯，打他一个人另类的。因为他对他来说，他整天都这么打，就是他非常对待他这个打法。但对我们来说，哎呀，这很别扭，那个球回来又找不好节奏，又高又软，然后那个整天都是这样的机会，天天往下摔。Oh my god！是我以前我看到他的时候，我说哎呀，这个牛，不会进攻的。我跟他那身体上是不是惨了？我跟他打这么久了，我帮他调过来，就给他绑好了。然后有时候常常我盯着尾巴。对啊，还有你放的，你就放的非常好。但是他跑的有点太快了。我上一次跟他打球不攻也打不过他，因为他很习惯，他因为我们打球呢习惯了攻，然后他直接这样就那个跟他去把拨了来拨了去还拨了不过他。不要连续攻，攻两把锁两把。因为杨伟他在攻一把，他就往回拨，像他自己就是来回跑，来回跑。对，这个结合一下，我上一次就是看他，看那个跟那个那谁，那个跟红哥打，红哥就是猛拍，都拍到网上拍没了，我就说哎，我就是咱别攻，攻也没有用，哎，就死就是惨，结合一下。对，金钟罩铁布衫。拿点什么吃？哎呦，酒家上我打的话，我天天在家吃那个吃饭的，我今天那个吃饭的。有毛肉似的，好玩。我们就是好玩，对不对？吃饭没了，吃饭没了。你拿你上来
哎呀，我就给你前面啊，等一下我去拿东西啊。有人停在那里，你现在帮人家东西来了。哎呀妈呀，真打呀！